北干北因西主会长期关怀失去亲人的儿童，每年拢会甲台北市失亲儿福利基金会加以合作，配合办理年终感恩活动。今年除了来颁发奖学金以及物资的赠送，更加特别是送上一个保护伞，希望大家会当来感受到社会温暖，以及恢复家庭工作的价值。大家好。北港北英西主会以及台北市失亲儿福利基金会家己服务处长期投入伫咧关怀失去亲人的囡仔，每年的年底是拢会来举办感恩活动，送上由北英西主会募集来的奖学金以及各种物资，希望透过安尼支持，会帮助因来恢复家庭健全的价值。谢谢今天的辅导单位，还有我们的赞助单位，让我们的关怀失亲儿活动能顺利的举行。也持续着我们每一年必办的活动。狮子会本身来讲，在这个所谓服务项目当中，目前我们倾向于走向地方，走向这一种比较特殊性而能够真正付出关怀的活动。那这个情形，我们希望能够更普及化，能够让更多的人得到我们狮子会的关怀以及照顾。台北市失亲儿福利基金会家己服务处关怀家己以及婚姻的个案，除了感谢北英西主会当年的到三工，也希望能号召更加多人做会来加入温暖失去亲人的家庭。基本上来讲，其实失亲儿哈在全台湾各地其实都有。那我们失亲儿福利基金会每年服务6006位的一个失亲的一个孩子，还有这样子的家庭哈。那其实需要很多各界的人士一起来跟我们关心。那北英狮子会呢，他们是长期的来赞助我们，那也抛砖引玉。我们也希望就是借由他们这样子关怀社会弱势这样子的一个举动，可以让更多的一个社福单位或者是社团机构来关怀我们这样子。会上除了颁发奖学金以及物资，主办单位更找来老师跟大家做流体化，增加亲子的感情。另外也传中道等候大家做会来享用，失亲家庭对社会的关怀是非常的感谢。我今天是第二次来参加北英狮子会办的活动，那很开心他们能够办这次活动让大家参加，我很开心。感谢北英狮子会办的活动，然后很感恩他们给我们很多物资，还有很多资助，还有我们的失亲儿协会，谢谢他们长期这样扶助我们，让我们更有力量去面对生活上的挫折。失去亲人的家庭虽然不完整，但是相信在社会大众的支持之下，也是能够来重新建立健全的家庭。记者王可选采访报道。